后来想一想，真的，其实当每一个团体出来的时候，当每一位艺人出来的时候，当他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要善待他哦。我跟你讲啊，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个团体呢，他们还算是乐坛的新人，这是以出道的时间来算。啊，没错。但是以他们走红的程度来算呢，他们已经不算是新人了。速度那是相当的快。是的，让我们有请五位帅哥，有请 MIC 男团。有请。这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上个星期我们是那位是跨年音乐季北京站才刚刚见过。有请这位跑步前进。主持人好。其实啊，上次在北京呢特别遗憾，因为我知道各位呢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自我介绍的方式，是在北京咱们没展示，哎，咱们今天放到南京来展示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深圳卫视的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MIC。我是坚持，我是逍遥，我是双卡，我是小心。我们是 MIC， 我们是 MIC， 很高兴来到深圳卫视跨年音乐季。我们爱唱歌、跳舞，偶尔耍酷，喜欢我们请你拍拍手。我们是 MIC， 我们是 MIC， 很高兴来到深圳卫视跨年音乐季。我们才刚刚出道，请多关照，我们就是 MIC。Yeah！ 哇，好听，谢谢，要不要掌声关照一下啊？谢谢。所以今天要带来哪一首歌？先带来一下我们 MIC 的第一首歌曲，对，叫做《要命的烦恼》，有请 MIC。Trapping major, being video, new in favor. Set my love on my heart of force.
sleeping away, gotta hate the floor. Sitting status around the island, same time flirting with top 5 actress. Comes with a package, that's high, fantastic. That's right, leave the drama, shut the noise. Innocent idol, mama's voice. OK，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你的朋友，还要谢谢我们的深圳卫视，还有对对苏宁电器，对对对。然后我们按照中国人的惯例，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比较跳起来那种开心的，因为过年跨年就要开心，是。所以那么下面一首歌活泼乱跳一点，对对，这首歌是什么呢？我们的 Poker Face。Let's go!
谢谢谢谢 MIC。哇 ，OK， 谢谢大家，我们是 MIC， 谢谢谢谢各位，新年快乐！哇，他们表演的好不好？